然后左下脚，左下左脚脚底痛，左脚脚底痛，是变形杆，变形杆站在，变形杆站在那个岸边，变形杆站在岸边，变形杆站在岸边，看着那个，长江水基本上稍微，那大坝稍微抬起点，水流急一下子，然后慢慢变缓了。然后再抬起一点，啊，又急了，水流又急了，然后慢慢又缓下来了，再一点，就一点一点，再慢上抬，一点点往上抬，通过这样方式，一点点往上抬，这样的，来把水位降低，是这样，一步步在进行当中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